如果你觉得梦想是一件虚幻的事，那今次带大家看的梦吧 High Hopper 就是将梦想具体化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展览活动了。你好啊，我叫花田文，我是后面这个作品的白衣天使的 model。 咁白衣天使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想，从小学啦我就读到一个课文是南丁格尔啦，咁我就开始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白衣天使咯。咁呢个白衣天使是我童年的梦想啦，咁我亦都一直行到落嚟啦。咁而呢一个梦想咧，到咗今日啦，咁我都将近到了退休之年了。咁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梦想，咁因为我而家从事紧呢个预防艾滋病工作，咁我都好希望这个工作上咧能够系即系发展得系更好啦。咁另外我哋都会觉得呢个工作比较暂时嚟讲都仲系比较孤独噶，所以大家睇到我张开双手，其实系一个邀请，一个深情嘅邀请，邀请更多嘅人系加入我哋呢个预防艾滋病工作嘅行列咯。咁所以我好中意呢幅嘅作品，因为佢真系完全表达到我两个嘅梦想噶。这个由点像艺术协会主办，在观乐儿基金会展出的《梦吧 High Hopper》，精选出十个澳门梦，透过多元艺术创作，将非具体的梦想用文字、服饰、化妆、场景布置、摄影以及多媒体创作的方式具体地呈现出来。在这个过程入边，我们开始组成了我们团队，我们有我们澳门本地的 fashion designer， 我们有顾问，我们有台湾的造型师，也都有本地的 video artist， 我们也都有本地的一些写文学的一些朋友帮我们去执行一些 文学编写。我们在澳门早前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的一些访问，街头访问或者一些实质的个案访问，通过他们的梦想我们捕捉了出来，然后我们再 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方法呈现。亦都好榮幸，我哋喺呢啲夢想嘅角色入邊，我哋嘅受眾或者我哋訪問者都好願意做翻我哋嘅模特兒。咁所以今日大家喺展場入邊見到嘅所有模特兒，其實都係個夢想，都係嚟自佢哋嘅。咁我哋其實亦都會陸續會再出一啲嘅書刊，或者去學校去做一啲巡迴展覽。咁我希望可以將我哋一個諗法，或者我哋希望我哋去呈現一樣咁嘅作品，一個夢想與夢想嘅作品嘅同時，可以 remind 一啲澳門人或者啲學生。他們其實夢想距離未必是那麼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森，是這個夢吧 High Hopper 藝術再社活動計劃負責服裝設計的部分的。因為其實一開始知道有機會去做一個這樣的活動計劃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來。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平時有做一些時裝的設計的工作啦，因為通常時裝設計可能是一整個系列，但是今次在這個活動之下，我要是同一時間同十位不同的角色做一個服裝，怎樣去適合他的夢想。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分裂地同一時間去構思十個不同的主題的服裝。在這個十個服裝裡面，其中一套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的，就是我身後的這套服裝。大家見到這套服裝的時候，應該都會想像到它其實是一個料的角色。其實離遠看覺得整件衣服都是羽毛，但是其實呢所有的羽毛呢都是用紙去製作而成的，所以當中花了的心機和努力都很大。藉這個機會很多謝一班背後有幫手為這個服裝努力過的一些朋友。計劃當中也都認識了一班對自己夢想很熱血的人士，包括十位的角色，還有包括負責這個活動每一個崗位的人，他們都對自己的夢想很有堅持和很熱衷，即令到我自己都好像 fill up 了一份夢想的力量，繼續向自己的夢想繼續向前衝。每個人在尋夢的過程中，總會對自己有很多提問，這些問題亦未必一定可以找到答案。大家不妨多些同有共同夢想或者目標的人交流，可能可以透過他們的未來夢想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。這個展覽未來還有機會在不同的地方展出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就記得留意一下啦。 Good